因为很担心，就是怕，就是在自己的恩师面前出糗会完蛋。我觉得能回来，这绝对是一方面你很努力，一方面老天爷很眷顾你。这个歌其实真的有一个难度，因为它一方面音域很广，然后它拍子其实还是，尤其是我们这种一把吉他的弹唱，它有一些拍子是蛮自由的。那变成我必须要跟着中文，那中文也得不时的跟着我的节奏，其实它有一定的难度在上面。老师的词都写得超好，就是很美，然后可是也提高了就是背的难度，所以很有挑战性。这个还第一次听到，提高了背的难度。对 ，OK， 加油了，忘词就别你。OK OK。你的电话可以不接，我的眷恋不能消灭，他的温柔可以承担一切，只因为寂寞，什么理由都对。感情变成一种累赘，谁都不想再去安慰，你已不是我今生的粮食，只因为寂寞是每个人的星座。我想这是最后一次可以叫做任性放肆，人总是在绝望的边缘才能看清楚自己软弱的样子，还能够被伤害几次，我们剩下多少日子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是舍不得刻完的故事。总是在绝望的边缘才能看清楚自己，还能够被伤害几次，我们剩下多少日子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是舍不得看完的故事。我该如何收拾？谢谢。小林老师跟张宇老师把你们的讨论说出来。小胖好漂亮。什么好漂亮？没有，我们还是就钟明。当然有必要。我觉得今天的钟明很棒，非常棒，而且我觉得你可能受了小胖老师他这唱这两首歌的影响，所以你没有这么多的用这么多的气音的技巧，甚至是转音的技巧，但是把那些东西拿掉之后，其实你本身的音色是非常迷人的，而且我要告诉你，不止迷人，它是很有人缘的。你反而加了那些技巧之后，它变成没有人缘了。虽然乍听之下好像是好听的，但是就是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你把那些拿掉，这一切就对了。所以我很喜欢你今天音色的表现方式。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，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，绚烂也许一时，平淡走完一世，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。因为是小胖老师在替你伴奏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帮你加分很多。然后，你自己可以感觉出来，你很珍惜这个合作的机会。嗯，因为就是第一次，然后以后也不一定会有机会。对，我看得出来。没有，因为老师他就是健康情况不太好，所以就是我就是。
只是个。不过我记得曾经不知道有是不是有裁判有说过，就是说希望弹吉他的时候可以站着弹。我觉得小林老师这个讲得很好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像我今天这个弹法，因为是分解，它有许多木吉他细部的表情。没有，这是张宇老师叫我讲的。听我讲，张宇老师因为比较浅，所以可以用站着弹。攻击人。没有了，他说肚子比较浅啊。没有，听我讲，尤其是木吉他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，就是木吉他在做细部的这种分解的时候，吉他手包括 Eric Clapton 都是坐着在弹的。那因为我会说魏如云是因为他把自己比成 Eric Clapton。没有，我们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不敢。那像魏如云，因为她是非常女孩子，她如果能够站着表现，会有另外的一种表感觉嘛。对，这不是死规则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小虎老师觉得。我觉得今天钟明真的表现不错，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吉他手弹得不好。你刚刚说跟我没有恩怨哦，你这完全有公器私用啊！不是，小胖，我们要就事论事。对，没错。这样还弹不好，我有在练呐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知道你有在练呐。如果今天吉他手换另外一个人，你唱，你站着跟他合唱，跟钟明合唱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弹吉他，比如说比较专业的人来弹吉他，我相信这首歌会到真善美的境界。接近完美了啦，接近完美，好吧，我这样翻译哈。不是说不评判艺人的吗？没关系。那我很多都没讲，不是。有一件事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啊，当这个我因为这个，但我们不想哎，听我说，在败部复活的时候啊，我人刚好在伦敦，然后这个星光大道的工作人员有发一个简讯给我，那我当然看到文英这个回来是很高兴的，然后美珍离开是很难过，可是我其实蛮感动，是吴钟明，他根本我完全不知道他可以败部复活回来，其实我在伦敦看到这个讯息，我最感动的是他回来。真的是这样。两位拥抱一下正面，来。OK， 你这样会不会又讲太多了一点？哦，对哈，不过这不会影响我的判决了。好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Roger 老师觉得这一组，我要帮小胖讲一点话。我觉得第二首歌如果不是小胖伴奏，我们不谈那个完美不完美，或者是像各位老师讲的那个专业的程度，可是我觉得那种。在情绪上面的鼓励，那个对吴钟明来讲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说，当你有你的一生之中，你很难跟一个原创作者在同台表演。那个是每一个喜欢唱歌的人，应该都是最感动跟最珍惜的部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可以操纵人心放肆。人总是在绝望的边缘，才能看清楚自己软弱的样子。那我想也是因为有这个部分，小胖能够让吴钟明今天把这个情绪歌词的那个情绪可以唱到这么满，然后这么动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小胖对他最大的功劳的，对功劳，但是不算分。对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马上来看吴钟明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来。我们看到的分数是张宇跟梁文音。